一会儿吃点东西再走啊。嗯。还在刷？对，刷完了，准备做点什么？做什么？做点简单的家常菜。做点蔬菜吃是吧？对。你要听歌吗？哎，给你个耳机。主动了啊。我手没关系。其实我戴了耳机的。是吗？哦，对，那听一下吧。嗯。第一天他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听。嗯。而且我唱这首歌特别好听。那啥时候能听你现场来一首 live 版本？我也希望有这个机会。你这不会聊天吗？我来吧。就是给他对对对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会有点。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搞好啦，头发，哎呦。我来吹一下。已经到哪一步啦？这鸡蛋是不是？好了，你去。鸡蛋是不是要打？对，他在弄他的番茄蛋。你想想你的鱼怎么弄啊？他来把最难的东西交给他了。要不咱俩换换？不行，高难度的我觉得我做不来。我也不会做。那我来。我给你放进来喽，老张。OK， 我要专心的来开始了。老张要不要？我不用。哎呀，怎么锅已经糊了？为什么？太小一点，火太大了吗？把那个倒进来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你走了。没事没事。我们要放点蓝莓酱。蓝。放点吧，管他呢。你开心。自创菜式。我不是，我查一下，番茄蓝莓能一起吃吗？可以再帮我切点那个吗？葱姜蒜。收到。关于我的蒜放在哪儿呢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再切一个土豆丁。收到。妈，给你安排了好多工作。收到。他们两个应该没有注意到老张的心酸。对。就是晚了。时机不对了。走了。拜拜拜拜，注意安全啊。来吧，没啥做的，啥菜都没了吗？没有肉。谁？是不是有人敲门吗？三犬。喝了多久？就一下呀。你们吃完了是吧？没有呢。我。刚刚谁回来了？小猪。嗯。哎呀，潘潘呐，没人刷吧？我来刷，我来刷吧。哇塞，有饭吃啊！对，我们现在开始做。现在开始做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。那要不然你们一起加入刷碗？我们一起刷个碗吧，朋友。小马有主动问候了，开始正常交流了。你去帮他，我来。你能给他打个下手，我来洗吧，不然这个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帮他。我半小时行吗？你太慢了。进去，赶紧去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行。你要干嘛？我煎鳕鱼，你就看那个虾画的怎么样。安排。怎么能给我意见？别的安排。哎妈呀！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帮，就又变成主动靠近了。对，是应该让一让的时候了。我给你搞个那个吧。哎，给我整个围裙吧。对，我忘了围裙在哪里啊？外面那个绿绿的那个上面，我上面来了。
来，给我们的大厨，谢谢。这样，这样。围裙在哪儿？他马上接话，就说明他一直这边都向小马打开着，但是假装洗碗，就是说我和你保持点距离。其实他是有改变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通过之前跟小马聊说，哦，既然你不想就是我给你太大的压力的话，那我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。但是我身上所有的雷达嗡嗡嗡都是对你开放的，都是围绕着你的。嗯，所以小猪现在符合一个叫做恋爱平衡原则，就是说我现在降低自己的一个预期在里面，我不主动的去出击，也不给你一些压力，然后呢给彼此一些空间，这样的话我到时候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。对于小猪，对，这样就很好。这种从主动靠近到默默关注的这种状态的改变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影响到他们进一步的关系吗？会，肯定会的，会对这个男生就是稍微好感度加一点点吧，就不会那么抗拒了，我觉得。嗯，关宏觉得呢？有用吗？我觉得是非常吸睛的一个过程，同样去满足对方的期望跟让自己表现得更好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是可以看到一个人，就是他的人品、人性、性格等等之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timing， 这样子。是小猪拉好感度的最佳的时期。对，因为两个人刚刚有过那个对话，然后小猪做出了改变。首先这哥们儿就是听劝，我就会觉得哎你行啊，能处。然后往深一点想，其实就是你是为了我而做出的这个改变，也是尊重。对，他为了小马而改变了这个贼戳我。就是他为了我而改变。小猪回头给你发私信。来来来，哎，你买这么多啊，真好。怎么样，大家今天工作都顺利吗？这个问题问的要怎么回答你呢？你呢，你工作顺利吗？我还可以。老张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这里面还有啥呀？还有火腿，然后还有哦，山楂条，我超爱吃。哦，你也爱吃？对，我就怕大家就吃，有的时候吃多了消化不了，买点山楂条。对，哦，腰果也可以。没有买太多，主要是附近的超市东西有限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就是这个子涵啊，对老张喜欢，一直在传递信号。子涵现在是主动型的，来交给你了，新的任务。还有，哇，这个汁不会倒掉吧？不会漏吧？我们。哦，不用这么绵里啊，绵里。小马也看了，小马在看，因为小马给老张一些挡风线，这么复杂的关系啊！修罗场啊，哪是厨房啊？手别抖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就这样。我先把它丢了，然后我们回来再弄这个。好。老张的性格好像也做出改变了，有没有？老张现在不管他做出什么改变，我都支持他，只要他能改变就行了。对对对对。九点了，朋友们。今天有没有新的人来呀？应该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有。说咱们下去看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吧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吧。吓我一跳。啊？咋了？下面门铃响了。又响了。门铃响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先停一下吧。破裂门。这还有一半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别人久等。破裂门只要一开，你看这些人高兴的。请。来了来了。请进。又是男生啊？啊？哎。啊！是我
们都没有猜到的那一个。我回来了。张杨毅，人生啊，总是出乎意料啊。张杨毅，哦。